邀请到森林大学校务张佑张副谢老师来讲课。谢老师今日甲咱分享的题目是上帝劳碌，那欢迎张老师。祝兄弟大家平安，平安！真欢喜，甲咱搁有机会做伙敬拜上帝。我对中营大学来，这是用主的名设立的大学。咱感谢主，今年的日光高招生招满额，来报道的学生有91.52%，就是100个有91个满。有来读啊！感谢主啊！这间大学，阮伫遐期待嘛是拍拼地形，毋忘将主的福音，也是咱信仰的精神来甲遮学生分享。所以，阮有6位的校务，啊有4个学生团体，啊搁有教职员的团体，啊搁有7个查经班。啊，搁一个福音小组，啊，也搁一个福音的集团，啊，阮伫遐大家做伙打拼来做遮个工，啊，中央大学也是第一间伫大学内面有得着教育部先进有新学院的大学，所以阮即阵有5个学院，啊，有25个学系，有18个学术班，还有一个博士班。啊，阮的新学院今年嘛已经有学术班，啊，即个工要搁期待大家做伙拍拼的是，伫咱台湾，特别伫台湾的中南部，建立一个高古厝的名，啊，搁训练出愿意谦卑服侍来服务社会的青年。所以，阮伫毕业典礼，阮搁特别会用洗脚礼。来甲学生做示范，由学校的讲师、校长、牧师、教授来为着学生的代表来洗脚，啊，来甲因讲，牺牲服务的精神是真要紧的。阮所做一切工，而且真简单，用2分钟甲咱报告。也愿咱的主，伊继续在锻炼阮，这下工的事也得到。注意，兄弟常常为着阮来代祷，啊，咱来教会嘛会当安排活动来中央大学，无管是做野外礼拜，还是来举行宴会活动，还是来参观，阮拢真欢迎。会当甲校务室、甲我联络，就拢会当为咱安排遮个事。好，咱当心安好来祈祷。祝阮即时安静伫你面前，阮要通过神祇的参与，伫遐来明白，祝你怎样用劳苦的身份，愿意来到地上谦卑成做人，谦卑来献出你本身，来成做上帝拯救阮世间人的器具。祝阮感谢你，求你带领阮，阮领受一段圣经。我俩领受伫迄中间，通过主你圣神所带予阮的信息，予阮得到帮助，予阮伫生活中间照主你的旨意来行，祈祷个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亚罗塞林城伫主前差不多598年，受到迄当时伫两河流域。所产生的一个强权，也是咱所在古早文明的帝国，叫做巴比伦帝国。大概亚罗塞林城攻破去，在迄个时阵有真侪精英，犹太人的精英受掠到巴比伦。咱所知影的但以理、以色列，拢真有可能在迄个时期受掠去。总是到主前587年、586年。第2次、第3次，巴比伦的军队因为犹太人无完全降服，所以因阁进攻耶路撒冷，甲耶路撒冷
特地改规条，甲耶路撒冷内面代表犹太人信仰甲民族精神的中心，就是圣殿，嘛特地改拆掉。到这时，犹太国完全灭国，以色列百姓陷落地，国家灭无。然后呢，因的精英大部分的百姓受掠到外国，掠到巴比伦，这种的悲痛甲绝望的中间。在这中间，巴比伦帝国将百姓掠去的时阵，这百姓心内是非常的软弱甲艰苦。这百姓因为感觉讲，头前拢真无希望，总是有一位咱现在犹唔知，伊叫做什么名的神祇，伊伫遐讲出充满希望甲安慰的信息。这个信息就是在讲出上帝伫伊的百姓中间的拯救。这个安慰的信息，带予这个百姓因真大真大的期待。以赛亚书，咱会当来分做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到三十九章，特别第一部分的尾仔几章，咱会当去对列王记下卷，有真侪所在，甚至连字眼、连伊的文句，拢无差别，差不多有的甚至差不多等于是规篇甲伊刷掉。换一句话讲，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在讲起的，就是犹大王国万年的代志。在迄中间，先知以赛亚有真长的时间，对伫迄个亚撒王，伊过身的时阵开始，咱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就会知影。不是阿塞王，欧西亚王吼，开始吼，对着欧西亚王过身的时阵开始，一直到底阿哈斯王，一直到底伊西卡王，伫这个年代，差不多四十几年的时间，伊西亚伫遐做先知，讲出真侪真宝贵的信息，嘛对伫。这个已经进入到伫末期的犹太王国，嘛讲出真侪经过。那是伫四十章到五十五章，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。这个时期，以色列百姓已经受掠到伫巴比伦。伫迄中间，这位咱唔知名的先知，伊所讲的信息是咧讲起。国家灭亡的状况，恁感觉真无希望的状况，总是上帝伫一期满要带恁返去到底耶路撒冷，返去到底伊所赏赐恁正做民族永远徛起的土地，就是迦南地。伫遐恁要阁开始一个充满疼甲希望的未来。那是五十六章到六十五章，就是当因当已经当去到伫耶路撒冷，圣殿也重建，耶路撒冷城也重建。伫伊中间，因的生活已经阁开始，因为生活迄款的感觉真平顺，已经阁开始有腐败的情形的出现的时，也阁有一位先知甲因警告，甲因警告。唔通阁陷入过去捌有诶罪，即伫第五十六章到六十五章。所以以赛亚即三部分，圣经学者认为伊诶时期差不多将近要两百年，是三位先知将因诶信息留落来，后来有人来整理，成做咱今仔日诶以赛亚书。所以咱今仔日读的第四十二章，就是受称作第二以赛亚
这位先知伫百姓艰苦、乱作了无盼望的时，讲出充满盼望的信息，而且咧强调上帝听，永远无改变。咧强调上帝永远要带因返去到伫故乡，这一定会实现。有影，差不多到将近要70年。在波斯帝国统治整个的西亚地区的时阵，波斯帝国的皇帝鼓励咱伫西方的文明史会读到这个皇帝，翻译做居鲁士。居鲁士就是鼓励，伊真正下命令准以色列百姓回去耶路撒冷，因回去先去耶路撒冷城。去圣殿以后，伊才去家己的永远会当站起的所在，来开始因倒来到伫耶路撒冷，倒来到犹大国继续因的生活。伫第二以赛亚内面有六首诗歌，后来受称作罗伯的诗歌，所谓的仆人之歌。第42章一直到53章，中间上出名的，咱伫受难者常常咧读，讲伊实在担当咱的烦恼，伊背负咱的罪过，吼，咱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，吼，伊亲像羊抬到牵到受抬的地，伊伫正门的人的面前，也是安尼无出声。伫咱的圣诗后边的经文34篇，就是这个。受难者，咱常常在读的，这个受难的罗伯的诗歌。若是咱今仔日读，阁是另外一首的诗歌。这首的罗伯的诗歌，也咧甲咱讲，以色列百姓是上帝伫万百姓中间选掉的罗伯，伫万百姓的诞生。以色列百姓已经先领受到上帝的慈爱和拯救，所以上帝要差遣伊的罗伯，就是以色列百姓伫万百姓的中间来宣扬伊的救恩。所以伫遮，咱要讲起上帝的罗伯有甚么款的使命？伫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，伫遐安尼讲，耶和华讲：恁是我的拣选的，是我所拣的罗伯，予恁知来信我，佮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伫我的代先无有受造的上帝，伫我的以后也无。而且上帝清楚讲出，伊是伊一的上帝。伊使用以色列百姓，哦，咱看见遮用恁是复数，使用以色列百姓来正做伊伫万百姓中间的罗伯，来为着伊做干净。所以以赛亚43章第10节，也就是咱今仔日42章后边，就将这个答案甲咱讲。伊所选掉的罗伯是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因领受着下面才所讲起的使命。头一项，伫因所经历的历史内面，因有真捌上帝的慈爱佮拯救，所以因正做上帝拯救的见证者，就是咱一般讲见证者。因见证上帝。是充满疼甲拯救的上帝。第二项，因爱对万国万民来见证讲，这个上帝就是耶和华，爱顺服伊，爱接受伊的旨意，打拼来服侍伊。那呢，以色列百姓嘛真做上帝伫地上的代表者，用实际行动来活出仁爱、公义。甲圣洁的见证，所以伫先知甲以赛亚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位先知，以赛亚是指
第一章至三十九章迄个以赛亚，甲伊同一个时期的先知叫做米迦。米迦安尼讲，米迦第六章第八节，伊讲人啊，讲耶和华捌指示你甚物是好，耶和华爱你甚物，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你的上帝相佮行。这个圣经节，予真侪基督徒欢喜，因为有体会到，这是真多，家己真多耶稣，真多上帝的路步，所爱打拼地去行的代志。总是毛真侪，要毋是基督徒的人，因读到这节，因嘛真欢喜，因为因伫遐看见，对伫犹太人一直到基督教的信仰内面，所咧讲起的，就是地义打拼，愿意谦卑。来实行公义，实行听，在这个世界的里面。所以尊兄弟，咱在这要进一步来讲起上帝的路步，有倒几项的特质。咱在今仔日的圣经四十二章里面，咱就会当看见。咱手中拢有圣经，咱哪在看的时，我哪来讲起这样的特质？头一项。就是上帝的路目，一定是上帝所精选的，一定是上帝所精选的。换一句话讲，在彼中间体会到上帝在咱心中的旨意，咱阁愿意照呢去行，咱就会体会到伊在咱心中的精选。第二项就是上帝的心会充满伫伊的性命中。上帝是充满伫伊个生命中间，无代表讲伊一定伫聚会中间，就伫遐咧转到足大个，还是倒伫涂骹，还是喊足大声。上帝是充满伫伊个生命中间，就是上帝无停一直开来，来感动伊，来激励伊。每一天有即款个感动，有即款个困难，照上帝旨意来行。第三项的特质，伊无为着家己来炫耀，无要为着高举讲伊有偌高，啊来讲上帝的道理，无要为着高举讲伊有偌高，所以伫遐来表现，予人知影。无为家己炫耀，毋过伊真拍拼在炫耀，伊真拍拼在炫耀，因第四章你嘛会当看到。看到伊打拼在做家事，总是伊是为着家己。第四项的特质就是伊有充满怜悯甲关怀，关怀伫伊所拄着的人，关怀伫真侪软弱艰苦的人。第五项特质，伊第二伫来将公义来实行出来。所以咱来咱看见，伫这个圣经在内面，第四节讲到公义，伫第七节甚至用实际的讲到任何一种受着束缚艰苦的人，因为伊所做的工，伫遐来得着头发。第六节，按第六点咧讲起的，就是伊高举上帝的名，伊高举上帝。伫伊所做一切，就是要宣告上帝的听，上帝的拯救来到伫人的中间。所以咱看见，真侪上帝的路步，那是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路步。上帝其实对这个民族有真深、真深的教导甲期待，爱因打拼地，照这个去行。啊！即个上帝路步的形象，后来全部印证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伫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咱会当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来看耶稣伊所做的工内面有啥物。
十二章十五节，耶稣讲：“何况人比羊下偌贵气啊！所以安息日行好事是贪。”这句话在讲着啥？耶稣突破因教因的这块的这块的束缚，所以有的代志因未爱，总是耶稣清楚来指出，是应该照安尼去行。咱今次唔免读较济，咱跳来十八章，咱跳来十八章。伊讲：你看我的路步，我所敬的，我所听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要将我的心付予伊，伊要用判断通知外邦。伊无要三钱，无要宣讲，伫街市无人听见伊的声，受伤的路顶，伊无要压制，被花的黑钱，伊无拍死。到公义为德行，外邦也要靠伊的名来应办。哦，这段其实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段，总是马太福音伫遮的描述，用真侪搁较强的字眼，用真侪搁较强的字眼来描述。那描述是什么人的工作？描述耶稣的工作。所以，当咱看见遮的时，咱会看见耶稣的工作，就是咧表明伊用上帝路步的身份来做这个对证。所以，伊帮助受苦的人，伊无伫遐来高估家己。然后，伫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，讲耶稣看见。遐百姓，因亲像无羊的牧者，就怜悯伊，来医好因。哦，咱会当家己去看这段。哦，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。啊，唔安尼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，耶稣佫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讲的，讲主的心临到我。底下咧，予真侪受苦的人，得到帮助；，比如讲失眠，得到缓解；，比如讲受压制，得到自由；，比如讲受关干的，也通得到来出家等等。底下来宣告上帝的喜悦，哦，咱无过去看迄段，总是耶稣第一，传福音的开始，伊就底下宣告伊所要做的工，伊一再咧指责迄个社会内面。真侪假好的经验，伊啊，伫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替一个受人讲伊惊感染的妇人，人要用石头甲伊钉死，耶稣为着伊解围，然后搁勉励伊，唔通搁犯罪。耶稣啊，伫遐正人摕真侪钱，哗哗哗，伫遐咧咧奉献，落较真大声表示到献偌济的时阵，就是耶稣伫遐在强调，献上济是迄个只有献两个小钱。的官府，因为伊将所有的拢下落，咱看见耶稣在做的工，就是愿意伫遮的咱弱受苦的人的中间来帮助因，来支持因，啊，搁为着遐伫社会中间一权威，伫遐咧为着家己来咧接触的人，耶稣在支持，在要求因爱尽。因的本分，所以咱要看见，耶稣伊甚至到最后，伊愿意牺牲伊家己，应验伫另外一首，他到咱有提起的这个路步的诗歌，就是受苦的路步的信息。伫以赛亚书五十二章，按去十三节开始看，看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，这段受苦的路步的诗歌，在显明耶稣用家己的牺牲。来完成上帝的拯救，耶稣一生的时间，拢伫遐来证明伊是上帝的奴仆，这款的身份甲使命。OK， 咱继续来看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嘛拢爱真做上帝的奴仆，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上帝选民，上帝设立伫万国中间做伊的奴仆，那是安尼，今仔日的选民，新的选民。就是咱所有的基督徒，
咱正做新的选民，咱当然嘛正做上帝的萝卜。咱的主耶稣基督又大声正做受苦的萝卜，咱正做咱的模范。咱信靠伊，就是要跟对伊，照伊的模范，愿意用牺牲，愿意用奉献，愿意用付出，甚至愿意受苦，来尽咱最上帝落落的本分。所以咱爱思考上帝在咱的生命中间，伊的安排，伊的旨意，伊怎样在带领咱，怎样在造成咱，予咱会当来服侍伊，来做伊尽忠的落落。所以上帝落落，迄个职责就是要宣扬上帝主爱、拯救甲公义，为着要服侍上帝，要予人认捌伊。所以第二以赛亚伫咱今仔读这个圣经节，以及其他的乐部的诗歌，拢伫遐来点出这个公义的乐部的形象，来帮助受苦中间的一些的百姓，爱因深深的反省，最上帝的乐部，恁敢真正有尽本分？换一句话讲，帮助这些受掠去巴比伦的一些的百姓，是毋是因为恁无受本分，无尽本分来做好上帝的仆人，所以上帝将伊所收属予恁的土地，佮收回，啊，予恁离开遐。所以当有机会佮返去到伫遐的时阵，爱尽恁的本分来做上帝的仆人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咱今仔日，咱已经进入要迎接救主圣诞的时阵，咱嘛要思考，咱是毋是真正有尽责来做上帝的奴仆？在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会当回顾咱家己自细汉到大，咱所经历的生命路程，咱有甚物款的经历、经验，有甚物款的磨练，有甚物款的造就，这些敢毋是咱的主上帝，伊要予咱来接受，要来造成咱的。所以往就搁进一步来讲，伊爱咱服侍是甚物款的社会？咱今仔社会，咱有看见有乌多金权，甲遮个买票，啊是政治上的对立、族群的对立、贪污，种种的败坏，遮拢结合做伙，成做一个，互百姓受着真侪艰苦的统治，的这种的文化，这种的社会的文化。在那中间，咱看见昨暗有人伫遐来组织一个团体，吼、哦，啊办演讲会，40,000人去听。这个组织叫做火大联盟，吼、哦，已经扩大，百姓已经扩大，艰苦，因为你要活袂落。在那中间，咱做基督徒，咱要怎样来服侍？为了这个社会，咱要做甚物款的代志来服侍人？来服侍上帝，这就是咧讲伫上帝的路途，真要紧的一个反省。我下边用一个小故事，嘛是真侪人可能拢听过，我嘛是足细汉来，毋知听几摆的小故事，叫做一个赤鸡的马丁的故事。伊咧就讲咧祈祷的时阵，伊有体会到主耶稣甲伊讲：“马丁。”你逐天尽心读圣经祈祷，尽心做你的工，我今仔日要来去找你。阿妈丁啊，就真欢喜，啊，就赶紧来备办。啊，伊的工作室是伫一个都市的地下室，因为伊无钱通去租店面，所以共租一个地下室，有一个楼梯，啊，地下室有窗仔。迄、那个窗仔有通出来去到伫地面，所以伊坐伊个地下室看迄个窗仔个时阵，伊会当看到伫面顶经过人个所穿个鞋啊。伊若看到迄个鞋啊破破烂烂开口笑，就紧捉出来甲伊讲：“来，我甲你补，来，我甲你整理你个鞋啊，用安尼来做伊个工作。哦”啊，伊逐工安尼伫伊个工作个中间，听到讲主耶稣讲伊要来。所以真，伊就赶紧去备办，吼、哦，已经甲牛奶、
甲创个温温烧烧，啊紧紧甲伊个饼啊摕出来，讲主要所来，我就当安尼甲伊款待。结果无冷连物都冷去啊，因为伊遐真寒，啊连物都冷去啊，啊也烧嘛是了袂来。啊所以伊就想讲，啊无我搁等一时啊。结果搁等一时啊，就看见一个人。一个早人，还一个囡仔，啊，外面咧真寒，风真透，啊，半暝还阁落过雪，啊，说啊，这个早人，啊，一个囡仔伫顶悬过，皮皮准，伊看会出伊真寒的款式，啊，着紧起哩，紧起哩，啊，迄、那个早人温伫路边，啊，伊甲伊讲，有啥物我会当甲你帮衬无？伊讲我著来都市，我来遮找我的亲人，啊，毋过找无，阮毋知要安怎，啊，阿弟著讲，啊无，来，落来下骹无风，啊，赶紧甲迄个牛奶创个温温啊，啊，紧添互因母仔囝啉，啊，摕饼互因食，啊，等到较好势啊，啊，较晏到啊，较烧热啊，啊，然后。再搁送因出去，啊！伊着搁继续等，继续做伊个工课，继续等，耶稣也袂来。搁一时啊，听到外口咔咔咔个声音，啊咔咔咔，啊着搁停去，咔咔咔，搁停去。伊出去看，一个清洁个工人在扫大楼顶面个雪。啊，不过迄个工人个手已经拢变色啊，因为真寒。拢已经变色啊！对，伫虽然迄阵无在落雪啊，总是风还阁真透。啊，看见这个情形，就甲讲来，来食者烧嘞。伊阁甲牛奶阁摕出来，啊，阁甲创个烧，啊，互伊啉。啊，然后这个工人继续去做伊个工作。到下晡啊，耶稣还袂来。伊个想讲话，啊，若阁唔紧来，连咪天都暗啊！叫伊听见外面忽然足侪足大声的，啊，吵到要害，伊阁出去看，哦，原来是一个囡仔，甲一个未过子的，伫遐咧，看起来咱亲像咧烧香咧，结果注意听，原来是迄个未过子的，一直咧骂迄个囡仔，讲你这是无人教的吼，你这是安怎？为甚物伊甲问讲啊是安怎？伊讲无啊，迄个囡仔甲我摕一个糖果啦。哦，啊，无六钱啦！咱昨看到报纸、电视拢报人买50块的柑仔，去互无落来，讲无六钱。哦，迄个新闻。哦，对伫卖物件的人，若是有人无六钱，伊会感觉心内足袂爽快。啊，总是对这个囡仔嘞，马丁就了解讲，啊，你是安怎要甲摕糖果，你阁无爱六钱？伊讲，哦，我都两工无食饭啊。两公无食饭啊，我都无钱通买物件食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我看到伊个膀胱真大粒，啊，所以挡袂住就来摕一个来食。阿妈听着讲好，啊，无这膀胱偌济钱，啊，伊就付予迄个玫瑰枝啊，啊，想说搁加买一粒，互这个囡仔讲，啊，无这粒搁予你。阿爸摸个共头体啊，到迄暗，马天要睏啊，伊甲要睏以前来祈祷，伊甲主讲，啊你惊讲要来，安奈拢无来，啊我等一工啊啦，啊是毋是明仔载你会当来？结果讲到遮，伊就伊个头壳内面就想着迄、那个。爱囡仔的妈妈，想着迄个扫雪工人，想着迄个甲桂枝蛋伫遐咧烧火，咧互掠咧互骂迄个囡仔，伊伫遐体会着讲耶稣已经来过。当咱拍拼，照咱的主耶稣的交代，愿意去关怀弱小艰苦的人的时阵，咱就已经体会着。这些事拢已经做伫咱的主耶稣的身上，所以面对咱这款的台湾的社会，咱做基督徒，咱真正
需要打拼，尽咱的本分，尽着这个公益，还佫愿意受苦的劳苦，打拼来，对足微细代志开始，来帮助咱周围的人，帮助咱的亲人朋友，帮助咱的同事，帮助因会当脱离罪恶，佮贪心这款的工，帮助最最弱势、受苦的人，因会当对伫迄个困境中间来得到站起来。来重建康美，也帮助咱的社会，无可是迄个人吃人的社会，帮助咱的社会会当成做一个充满疼、公益佮和平的社会。这毋是口号，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愿意对小所在开始做，会当来建立这款的社会。所以，当咱伫迎接圣诞节，迎接圣诞节来到。咱咧讲起圣诞节，要到真正有四个主日是台江的主日，哦，有真正教会就是伫遐点，就像咱伫这个图所看到这个台江这个接待，哦，一支蜡烛，一个主日安尼甲伊点，咧表示啥物？表示咱咧期待，表示咱咧盼望，表示咱要安准备好要迎接主降生的节期。不过，你这个台江的祭祀，嘛是咧表示讲，咱要搁一遍去体会主耶稣降生的意义，搁一遍去体会伊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有甚物款的呼召，爱咱热心来投入服侍，伫咱的社会中间来为着咱的主上帝来做见证。所以，毋忘咱每一位，咱拢甘愿做上帝的奴仆，来互主使。切克来予主使用，对咱的生活、对美食、关怀、送香的关怀艰苦的人开始，将咱主上帝听甲拯救的福音来传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伫咱的多数、伫咱的社会中间，而且咱才会当开始来去做一个充满听、公义、甲和平的国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做完这事，搁一遍伫你的面前来摆来我的心情，我的心声，就是我愿意求助你来指引。在我的生活中间，对细小的代志中间，我就愿意来实现你所放伫我的生命中间的旨意，照安尼去听人，照安尼去协助。关心咱种较艰苦的人，只要呢，你用阮所做伫这个社会来歌舞，祝你听甲公益，祝你甲阮三个弟弟，有你阮拢是你的老婆，拢受祝你指引，互阮尽本分，对年头到年尾，阮每一年拢愿意安尼来做，祈祷到最后所的生命，阿弥陀佛。